搞错了，再来。你别笑。盘点那些爸爸带娃爆笑日常。下一个。马蜂窝。哎呦我的妈！下一个。下一个，这是妈妈穿的袜子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老天，老天爷，阿妈，下一个。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下一个。我家的每天有一点要喝，要喝六十多的酒，不吃了，吃来吃下小电锅。下一个。不要停，不要说话。下一个。真香哎！小月好吃吧？好喝。下回还说是要吃的吧？下一个。下一个。是爸爸好还是妈妈好？爸爸好。啊？好玩吧？好啊！你妈看到这样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最棒的心情。看看我带孩子怎么样？好玩吧？下一个。哦，棉花糖是不能这么吃的哦，要不然洗一下哦。Yeah.
见了。我是梦，今天在了下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下一个，哇！啊！妈妈！啊！爸爸呀！哦！有你是我的福气。不管风雨，我提起等你回，炫笔却难别浪天地。你是否也很多我好？下一个，来吧，冲！哎呦！看我连哭都不来哭的，这个整。下一个，你别笑。下一个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，道理我都懂。好，我是垃圾，但我的爱不是。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头要喝，要喝牛肉汤的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吃了吃，吃了吃。下一个。我唱哪啊？看我唱哪啊？别扯了。嗯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我再唱唱。嗯。下一个。老铁，老铁爷，阿妈，下一个。当爸爸的就得多陪小孩子出来玩一玩，看一下别的妈妈是吧，是怎么带孩子的，知道吧？哎，爸，那个好好玩，快来拍一下我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，别影响我。下一个。电话今晚几点回家，怎么分辨真话，眼神敷衍的问答。外面雨还在下，一滴滴的落下，缠绕着我的情绪，像电击一般复杂。下一个。
真的吃了几下小天狗。下一个是冰激凌啊，你一口，然后爸爸一口，行不行？你先轻轻来一下，好，把爸爸一口。嗯，太大了。嗯，爸爸这口太大了。下一个，大哥，刘元雷，你儿子呢？嗯，你看看你儿子呢，真气死了！你儿子呢？我知道，在哪儿？地上，在地上，你在那干嘛？啊，掉下来了。下一个，二三四，我想要带你去他们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给孩子穿的衣服，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？真是哭的。下一个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下一个，几颗？四颗。再数一下几颗？我的黑色的。五颗。那水印呢？一。下一个，天气天天下雨呀，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妈出来了，没拿伞呢，爷呀？干嘛呢这要？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孙晓你真行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孙晓你干啥呢？啊？啊？干啥呢？咋了？你怎么不拿伞顶着我闺女出来干啥呀？没事，这刚钓鱼点儿。刚钓鱼点儿，你也不能说拿它当伞用啊。这不用它的时候到了吗？下一个。